上神的国在推进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神的国在推进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神的国欢迎你的国，我们欢迎你的国。上的父，我们尊你的名为圣，向英会尊你的名为圣，向英会的领袖现在尊你的名为圣，我们宣告你是唯一台湾这个世代的唯一的真神，主你是赐给我们生命的真神，你是赐给我们盼望的真神，你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的真神，我们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在 Shine 的这个营会，愿你的旨意按照你已经在天上的决定行在 Shine 的营会，如同在天上一样。主，我们看见了，我们看见你对台湾这个世代的热情，我们相信把我们聚集在一起，因为你要在这几天在我们当中把天国的力量释放在我们当中，把天国带来的生命释放在我们当中，把天国的神迹奇事也是释放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所看见的，我们现在大胆的宣告，欢迎你的国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相信你的国就是在我们当中，我们相信这几天许多的生命会改变，我们相信你的灵会浇灌在我们领袖团队当中，你会高牧我们来服侍你要带来这边的青年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国大大的发展在下一个营会。
国度，要突破在每一个小组里面，每一个小组员。我们看见，我们看见这些学生，我们看见你的灵要这么浇灌在他们里面。那些还没有认识你，他们的眼睛要被打开，他们心灵里面的眼睛要看见有一位创造他们的，有一位爱他们的，有一位要拯救他们的，有一位要赐给他们盼望的一位神要进入到他们的生命里面。我们看见在小组员那些已经信主里面，当接下去这三天，他们会再一次被点燃，再一次在圣灵的浇灌里面会被点燃，他们的生命会进入到一个复兴里面。我们看见那些在被捆绑住的，在这几天里面，神的大能，神的大能要拆毁一些的枷锁，神的大能要拆毁一些的枷锁，神的大能要拆毁一切的枷锁。现在鼓励每一个小组长，开始用你的口宣告，代替着你的每一个小组员宣告一个突破。发出你的声音，鼓励你们发出你的声音，为着你要带的一些小组员，开你的口，宣告从天上而来的突破，宣告医治，宣告释放，宣告进入到神国。
我祷告一句，你们也跟着祷告一句。天父，我来到你面前，我代表整个 Shine 的营会，我也代表明天要来的学员，我在你面前要宣告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的同在，我们需要你的爱的浇灌，我们需要你的赦免，我们需要你带来的释放，我们需要你的医治。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做一些事情是得罪你的，我们代表这个世代在你面前认罪悔改，我们相信你是蛮有恩典的，你是蛮有爱的，你不是要赐给我们羞愧的，乃是你是要来洁净我们的，你是要赐给我们丰盛生命的。天父，我们祷告，我们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我们，也来遮盖这个整个场地，来遮盖一下几天营会的节目。天父，我祷告，你现在消灭一切仇敌对我的控告，在我在带小组的时候，在我在服侍这些学员的时候，主你保护我，不接受仇敌的控告。我虽然不完美，但是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摆出来，我相信父神你是接纳的，我相信在这几天你会陪着我一起服侍这个时代。天父，我谢谢你听了我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